就这一把，就这一把。又来了，刚才讲，刚刚才讲，刚才他妈的，他们那个请你吃茶的包有点猛。坤哥，这个吃茶包先分配。哎，这个很强哎，这个这对这对小心打，这对小心打。坤哥，坤哥，你们双子要。坤哥，你要打中场，我跟你，你自己选啊。中场，中场，中场，中场。OK， 那你们双贼手，那个我上面，那个、我上面。哎，你改名字了 ，S 贼 ，S 贼，你守圣坛 ，A Z A Z 是圣 ，A A Z 农场。坤哥，这才叫渡劫，靠！这才叫渡劫。你不要自杀，你不要自杀，你敏锐，你敏锐，你不要自杀，你敏锐。都不要自杀，都不要自杀，都不要自杀，都不要自杀。我一没中到你，你不用来了。我才刚排。没有，这高分的，我们遇到高分的，我们遇到，我遇到更强的，2400的，这个是斗士的，嗯，哇，这可生，他们刚才还玩五个圣骑的，你敲中，隐形，小心哦，斗士团，通常他们伤很高，人很痛哦，伤很高，好的，他们伤很高，他们 DH 是坦哦，哦，对啊，他应该守点吧，酷嘿。应该双层火法爆发。真的，这一团加油！你们那个火法的爆发去一下，他被秒了。那个 AZ 开完 ，AZ 开完直接去矿 ，AZ 开完直接去矿。好好，你不要被他临时看到哦，你要自己注意哦，你不要被他临时看到哦。他应该是直接去守矿。还是我要等他开完再过去？你开完再说，你开完自己决定。好啊，对，我应该切矿的，还算不要忘记。对，应该对。干了拼，干了拼，干了拼好，这才叫渡劫。对啊，这才叫渡劫，坤哥。这场打赢他们都。DH 在那个 ，OK， 太棒太棒，可以偷矿，可以先打一波。法师护盾。DH 在矿区。对对对。军全神贯注。长，我爆晕战士。可以。啊，可以。来，艾森诺斯，艾森诺斯。快，矿，来矿。我开黑天使哦。他鸟滴在中哦 ，AG 快点！我被满羊啊！我要神殿，我要神殿，还是 NOS， 还是 NOS， 打魔打魔！我被满羊，我被满晕，我也被满晕。我被神殿压制。伤害子打断驱散成功。我再骑一下。小心他们惩戒爆发，小心。阿森罗斯，我开大招。对面坦 DH 来圣坛，对面坦 DH 来圣坛，对面 DH 圣坛，对面 DH 圣坛。圣坛来去一个，中间去一个。AG 跟我来矿，再来矿。他是一个鸟滴，坤哥，坤哥去了，坤哥去了。他应该是一个鸟滴。人在开啊，人在开，毛兔啊，注意啊。可以，快了 ，AD， 他这有个鸟弟，他贼在废墟，他贼在废墟。知道。他贼可能出去会在废墟，不知道。坤哥，你到底试看一下。功夫大师，我差毛差毛，他被缓了。坤哥，你试看一下，我卖更上啊。啊，无敌了！快点，一个鸟弟了，群区了。好好，打完功夫大师，打功夫大师。我把他吼出来，狂暴不？你要不要？我用火爆拍刀。我去开，我去开哎，那个 S 贼你没有声音啊！打功夫大师，打功夫大师。S 贼你没有声音啊？你没有讲话，你被秒了怎么？好，没事。把打回来。没有人来支援了。我去。S 贼去农场 ，S 贼去农场 ，S 贼去农场。打功夫大师，打功夫大师，快！我没魔了，走，阿普在喝吧，我去撞。哇！宝宝，你跟我换，宝宝你出来。我跟你换，你快点，我倒中，大师倒水，圣骑又来了，我听不到，他是惩戒吗？还是哪些？
奶奇，好吧好吧。我被打死要跟我讲啊！你被打死要跟我讲，你都没讲话。我没想到我以为刚刚二打一啊，我没想到我要一个人打爹血。他我要回去弄了，他是跟我讲话，听到。点。好，没关系，再来，不要跑。沉默不住，打不动。光头没摸，没事，你抽。给你启动，知道。OK， 好，我选。史蒂芬选。我看见了，给大提升的。正确之锤。被晕光头。哇，小心惩戒呗，哦，不行。打地下，对面没摸。我没事，我跟你走。我被你拉满。功夫大师。我投大水。鸟弟麦跟上哦。你赶快说。我在上面。A 帮他们。打他功夫大师。哇！十秒活。我要打。你就不得吗？我补满。阿星老师。坤哥复活打圣坛。题目，你拖上来水。题目拖上来。有人在断喝水。有人在断喝水。要不要他贼？他是棒子来守是不是？对。断断喝水。我知道。我被恐。哎，你们他们 DH 可能要来打点哦。他来打点。在哪？打哪？他想要去哪？他要去哪？他打吗？坤哥去打圣坛，快点。圣坛是贼。我要你。快点！不行啊！开！你看，我去来源。我开！圣坛开到，农安。拿中间去。他要去矿，他要去矿。我去矿。我这里装起而已。一个来喽。他们 DH 来矿工，圣坛来一波，绑完下去。中间可以崩，圣坛。中间他们五个，中间我们拖住五个，中间我们拖住五个，还可以伤，他们三浅消哦，两浅一浅消。应该在圣坛这里。自由之手。断了喝水。先喝水。驱散团成功，恶魔变形。AG 那边打的吗？死了。我在。那我在圣坛，在 AG 那边附近哦，他在看你。AG 注意！我在。他们打猜的，空弟弟，杨弟弟，空弟弟。打猜我，中间打猜我，拖一下，我们现在是。杨弟弟。我被恐。中间还没有掉，我们现在是。没关系，被吹了。我走。不行，对，就放掉。史蒂夫，你跑这边吧。对，不行就放掉，能拖多少算多少，是不是现在三？好，防御去中，再拖一下。中间，好，来。动不了了，应该冲不了。五光头还在无敌，他用无敌在断。在撑呢，你们三点了。我们现在四点，因为中间还没亮。中间还没开。被满追。阿辉猫只能靠你了。法王道，再拖一下。史蒂芬要到。再拖一下。黑猫可以帮我，没魔。OK， 没关系，死没关系，继续拖。他们 DH 好像要去那个控制塔。我去补中好不好？我在。光头，等下你。圣坛一个，等下支援。圣坛一个，圣坛跟贼 DH。圣坛来一个。踢木去。在断旗了。哥，你跟他打哦，光哥我不露头。嗯，我在烧他。光头，你等下，好，我们这两个。杨弟弟。OK。圣坛安。谁在农场？光头回去农场。到。市场断不住了。开打！没事，天幕不要捡，天幕可以去中间。
中间中啊，没中间没中，好，不要去，我靠，我去圣坛，我去圣坛，你去圣坛，盗贼你还脏啊，盗贼，圣坛干，我要准备去矿，我法王准备去矿，在光头那里哦。两三个，三个来圣坛的，三个来圣坛。S 贼你要看齐哦 ，S 贼你要看齐、哦。三个圣坛啊，圣坛三，圣坛三。哎，换一个 DH， 换一个 DH。好 ，OK。换个 DH。我去。应该只是来乱。法王你先不要进，法王你先不要进场。好，圣坛三哦，圣坛三哦。圣坛三法师下去，法师你快去下去。可以，我在这上。你先出来。我开一天使哦，开一天使。法王你先不要进场，好好 okay、我这个 ADD 而已。OK。规正。我担心。马王拖完钢琴之上。圣坛两补在拖。圣坛是两补。圣骑去，奶骑去。圣坛没有伤害，哎，爆断旗。我被拖住了，我在断了，我在断。要点放两个人 ，S 贼那边要注意一下 ，S 贼那边。要注意一下一个点，有，我在农场。圣坛不要来，圣坛不要来。农场有两个承接区哦。来农场三个，农场外面三个。法师回去。好，我回去。红豆，直接打奶。法师，赶快，法师，快去上台。农场外面三个。法师来圣坛，法师来圣坛。我们弹出去。法师，你去圣坛，你跑错。圣坛。我还能撑。我去了。不要吗？我开狂骑。你不要进入战斗，因为这边两个罢了。我走，我牧师。圣坛可能要再来一补哦，圣坛可能要再补，几乎不行了。先看我，我开一圈。防过去，不要走出去。我知道。他们今天有两把吗？我还能撑。我在补贴。我被冰。我去。我还能撑。圣坛没有压力，圣坛目前没有压力，我还能撑。不行，天幕你准备多放，我跟你换。哎，光头那边怎么样？可以。我在补天幕，你出去喝水。给鸟消。OK， 我退。打圣骑，矿可能贼鸟，矿可能 DH 加贼鸟，那个光头去吧，光头跑。Team 你走，等一下，一个点放两个，不要留 S 贼一个人哦。然后我再战士，他都没有战士。天神下凡，天魔你可以走。宝宝你可以吧？可以。我往上走。放下面。我靠农。打圣骑哦，打一波圣骑哦。宝宝你可以吗？反到他，稍微死。OK，给他死。我到农了。哦，他们抽掉，对面抽掉。我来抽。我们是走，法师你回去，法师你回去。好 ，OK。你两个潜艇还没出来，两个潜艇还没出来。没事。我在弄。我先喝水，我在外面跑一跑。OK。他们 DH 又来我们这哦。你 DH 哪？啊 ，DH 又来哟。还有一个。打魔利刃。光头上去吧。功夫大师也来哦。刀，光头刀矿。红豆你 OK 吗？红豆你不要死。我不会死。矿外面看到三个。啊！我会死。我靠！梁辰剑一滴，我会跑。哎，你上来，阿威放上来。不要！我在下面。你们上面。矿外面。哎，矿位，我去矿位。我操！你们那个动作倒好快。断旗就好，我要到。我不给他。A 贼可以断吗？我会死哦。我复活了，复活了。断他！我断了。我们轮到了。我到了。这边一补。我到。我把他们弹开。他们小弟拖战。我等下去中间。是哦，矿还是一样四个。没事，矿可以吗？你们两补可以撑。OK， 我没问题。帮你杀一个人之后，我就要拖战了。你加油！我必须要在外场，我必须要在外场。OK 啊 ？OK。他们贼还没出哦，鸟还。谁在看阿辉猫？应该也是。他们鸟跑了，他们鸟已经跑了。鸟往圣坛跑。治疗术。圣坛是不是好？没问题。我这边直接走。他们退了。矿我直接走掉。哎，我靠近，我在那个农圣坛中间。哎，他们快要出来一个补。亡灵一般称我之神。去哪里？红豆。复仇之怒。干嘛？你还有八分钟。
复仇之路。还有八分钟。啊！哎，那个谁，感觉危险了。好，防回去呢，防回去呢，防回去呢，好，防回呢，防回呢，防回呢，不要。正义之锤，盲目冲破复仇之路。一个点放两个，我打一下他们，我打他们的圣骑，惩戒，惩戒。不行，好好。S 贼应该 OK。正义之锤，驱散成功。我没事，惩戒可以死哦。我开黑天使哦。骑一下我看着，骑一下。我在玩那个战士。四个，他们四个，四个在矿。没事，没事，可以。圣骑 My Gun 上。他不敢放空装哎。没事，他带一个布斯，我跟你刀，光头跟你刀，没有我抢他狂暴，驱散成功，我把他们弹下去了。幻术、治疗术、神圣马驹，后面有升级的。他们中间那个战士不敢守了，他们放一个牧师在中间。等一下，我被满考，有人要开启了，我烫了，开心，莫刀可以死，开心。有一个人去圣坛，他无敌啊！一个 DH 升圣坛，一个 DH 去圣坛。鸟逼在看法王，贼也在看法王。没啦，一点都赢了，一点都赢了，一点都赢，屌虐，一点都赢。是啊，坤哥。无敌结束。他们怎么那么爱屌？恭喜坤哥！你这个度，你这渡劫很爽啊！干我！龙翻一个，龙翻两个。他们两个应该出小黑屋了。龙二来了，哇，两个龙二啊，龙二啊！先断气，先断气，哎，好快！他牧师没看齐。换点，没事。哎，你又没看齐了，你上次也是没看齐。他们一扇脱单，他们一个不扇脱单，他们一个不扇脱单。我送 my game， 没有。这两个在打，他们的爱心开始。是，我夸死。剑刃风暴。我控他们的牧师。光头，你偷战吧！光头，你偷战，这边给我用。我你去找吧，你去市场。你帮我控一下，我可以开到。想问一下，我晕了，我来。这牧师在发呆啊，给红豆开。开到。那是白痴哎、欸。你帮我拦一下那只圣骑，帮我拦一下。OK。恶魔之怒打断成功。他放弃。OK，nice。哇。我到了。无敌。我骑不下全攻，红豆开打，红豆开打，诶，没事。他发呆了，他刚才发呆。没有，我错判时间，我被晕了，我打算张姐，然后我手里剑，这差零点一个。